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够到位，主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，有的文化强省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不力，对党建工作重视不够，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环节较多，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，有官职正，官职正，官职透，用曹新华牌一心处事。